暑假即将到来，网络科技时代的崛起让小朋友使用 3C 产品的次数剧增。为了避免 3C 产品与网络带来的问题与威胁，台湾社区工作实务发展协会与多个单位在埔里国小举办亲子共玩不迷网家庭宣导活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一个网络安全的宣导，希望我们的家长跟孩子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上网的时间，然后多一点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可以亲子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增加他们的一个情感跟互动的机会这样子。那另外在各个摊位他们也提供一些他们在埔里地区的一些就是福利的一些资源跟他们的服务活动，那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哎，你身边有哪一些就是福利资源可以做一些使用。网络发展快速，连国小小朋友都能够轻松使用，网络安全问题有许多疑虑。县员吴国昌期盼县府相关单位多加重视小朋友的使用知识，避免小朋友犯罪或受骗。网络啊，相当的盛行哈，连我们国小的小朋友都会玩哈，在他们的交流方面，有时候会受到诈骗，还是受到一个诱惑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正面正向。网络安全的使用，如何预防犯罪，以及如何来预防来被人家来利用等等这都是我们要加强宣传的地方。廖志成议员也到场参与，闯关活动是由各单位特别筹办，用多元方式宣导网络安全等知识。廖议员表示，利用亲子共同闯关，一同学习网络安全等知识，也增进亲子关系。伊的摊位吼，会使讲几啊十位吼，这就是真好，就是讲做合力的亲子互动吼，做会虚办来去闯关吼，去认识伊各个关的内底一挂吼知识吼。透过这闯关的活动嘛，真好，就是让做一个亲子互动的这个关系吼，了各个关吼。各个去闯吼，各个过关了，你也增加你的知识吼。副议长潘一全期盼县府相关单位多加宣导网络安全的相关知识，以免小朋友触犯法律。记者陈千豪埔里采访报道。